折叠式圆桌的架设。步骤一，走至圆桌面置放区，拉取侧立之圆桌面，站立于桌面后侧。步骤二，双手上下握住桌圆。步骤三，双手交替将桌面向前滚动。步骤四，滚至定点，面向有脚架的一面。步骤五，一手扶上方桌圆，另一手打开下方脚架，用脚固定。步骤六，打开上方脚架。步骤七，双手扶住桌圆，下方脚架朝地，将桌面下压，立起圆桌。